请做好准备。 比赛结束，比赛第二场结束，战队一千万晋级八强。 刺激，太好玩了，好痛楚的感受。哎呀，博士啊，哎，我想问一下，现在我这个痛楚模式是第几级了？第二级，还能调高三级。哎呀，还可以调到第三级啊！吉祥神经电子脉冲技术现在只是试验阶段。嗯，博士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商业机密。 在还没有任何消息出去之前，不要泄露。好，因为这个自由之翼机甲大赛非常重要。这两三年，我们有些项目给飞鸿科技不是偷，就是抄，捷足先登，老搞小动作。嗯，这一次，我不可以再让飞鸿科技踩在我们的头上。你一上午都在喝咖啡，不吃饭怎么行呢？等一下就决赛了，有点紧张。 哎，他们来了！木子，哎，队长早！方秀呢？在路上了。我知道你跟他是发小，不能每次都替他找借口啊。我给你买饭。拿好东西，走吧。哎，方秀呢？不等了，他这个人最没有时间观念了。我还给他买了吃的呢。哎，他来了！方秀。 这是我特别给你准备的，谢谢啊。走吧。虽然你们在预赛出现了，但是整个团队还是有点散乱。天心是学长，他参加过很多的比赛，所以我决定执行咎由天心负责。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, just come ask me, okay? Dismissed. 方秀，尽管你的个人技术高深，但这是团队赛的第一场决赛。我希望你不要独断独行，逞英雄，明白了吗？嗯。
所有队员准备，进站区。丹丹，秦明是你拉进团队的，但是他的技术，你们两个驾驶同一部机甲，你要多费心，尽量配合大家的战术。哥，你放心吧，有我在呢。好，走吧。 建筑队的机甲输出功率很大，不要跟他们正面硬刚。丹丹，原地待命。方秀，末次后退，掩护方秀。收到。 丹丹，攻击敌方前排。好嘞。 刚刚好，突击！队长，方秀已经到位了，很好。丹丹，飞机。 秀，你先回来。 光手，我也看见。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会不会是建筑学院的什么武器呢？不，那光手的感觉没有敌意，他就是跟着你，这样让我想不通。这两个人搞什么秘密啊？哎，哪有什么秘密？就是方秀研究那项神经电子脉冲技术吗？有没有可能是一些外来数据，又或者是比赛内部的错误数据？ 不肯定，以后我们要小心点，看看吧。现在到哪个阶段了？到那个。说呀。我。哎呀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
要不你自己去问他吧。哎，方寿，你那个省晶电池脉冲技术，那享誉户游的林老板他非常喜欢。我觉得你跟你梦想越来越近。方寿，我们打了胜仗，晚上一起去庆祝，好不好？我没时间，你们去吧。知道吗？其实我一直在做违背良心的事。啊，什么事啊？你可千万别难为自己，有什么你说出来，我帮你分担。你还看不出来吗？我不是一直在给你分担吗？我一个堂堂大家闺秀，现在要主动约会男生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约了他总不同意。一约了他就答应了，我能怎么办？表白啊！哎，要不我帮你。放下。哎。喂。给你添麻烦了。机甲工程大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华夏理工 SKY 战队的主将方秀，他的科研项目就是林老板的主要投资之一。博士，我不理解，那个鬼东西又慢又笨，没过几招就逃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有在上这个，你看你还没到之前，他在攻击 cosplay 室，然后你大展出 cosplay 室就走了，他攻击你，这个才让我不理解。方秀哥，你们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了，来，我们拍个照留念吧。孙老师，你帮我们拍个照吧。好，来，站近一点哈。一二三，你检查一下。老师。孙老师，你好。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明星技师方秀吧？我是 cosplay 社的带队老师苏梅。方秀哥，我们要重拍，要老师麻烦你帮我们拍一下，要新锐一点的。来。哦。原来这就是他所谓的不明集体来袭啊，厉害！这一群蜘蛛精，快吃了你的唐三藏喽！哦 ，Michael， 还有这回事？那你现在想到什么解决办法没有？方法还是有 ，But I'm not sure。我要计划一下。这是一个警报器，所有外来的不明输入一出现就会触发警报，跟我的防御参数链接，我们就能实时展开追踪，从它的内部进攻，期间
就要靠你们在展区里跟他搏斗。哎，老板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墨子，这是方秀，然后这一位是相宜互娱的总裁林老板。你好，你好，来来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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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。哎，博士，哎，原来是有两位学生跟不明晶体交手吗？哦，没有，只是方秀一个。墨子是墨子是一直很仰慕你们上一互语的科研和虚拟游戏的继续，而且他也是我们 Sky 卷队的成员之一。林老板，这位是我的发小，是我拉他过来的，希望您不要介意。不介意，不介意。哎，对了，墨子，你在队里面是负责哪个位置呢？哦，在队里面主要是负责防御和补位。哦，那你是主修哪个项目呢？我专修的是电子工程，副修量子力学。哦，那看来我们华安理工还是人才辈出哦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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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对了，方秀，我想知道当时你对战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子。其实第一场比赛之后，我就已经很疑惑了。先是出现了一个神秘光球，见首不见尾，然后再出现一个怪物，行动怪异。而且他的攻势和招式都很简单，没什么威胁性，没过几招就匆匆逃走，动机不明。若按照你这样说，我们可以完全不理他。其实对我来说，真的可以不用理他。哦，但博士说的对，很可能是有人在背后操纵了他，而且怀着阴谋。啊，对了，博士，哎，如果最坏的情况会怎样？他们可以任意盗取所有玩家的个人资料，将所有玩家的机甲破坏，再毁灭整个虚拟游戏空间。一定是飞鸿科技他们在搞鬼，一般是被狗偷。哎，苏老师。哎，天心，你没出去吗？一直打球呢，没出去啊？去哪儿？去找林老板呢，上一互娱的林老板。我还以为你们 SKY 一伙人一块去了呢，原来方秀只叫了墨子没叫你啊。没人通知我呀，你听谁说的？听博士说的呀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你又是队长，哎，我听说比赛一完马上就签约让他们进了上一互娱呢。可能他们两个人是发小，所以一块去的吧。你刚才说的签约是什么呀？啊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先回电话啊，再聊。哎，yes， 总算有机会让我跻身上一互娱大企业上市公司啊，在里面当个文员也光彩啊。其实不管以后怎么样，这次呢我只想好好比赛，然后做好我的研究。哦，哎，队长，队长，哎，他怎么了？哎，他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要去玩，你带我去干什么？明天带你去玩好不好？带我去公园。好，明天去公园。最大的那个啊。好的。这是哪里？哎，墨子，你待会有空吗？哎，好，我们回家啦。是这样的，你奶奶她的脑退化症呢，现在是恶劣的很快，最近她的情绪很不稳定，经常胡言乱语。我的建议就是跟奶奶换一个单人套房，不然的话你就只能带奶奶她回家了。
奶奶怎么样了？还好。吃饭了没啊？吃了个泡面。喂，别闹啊，我在赶工呢，现在。怎么样啊？要帮忙吗？不用了，这是我在外面接的兼职，自己来就行了。啊，怕我分你工资啊？啊？分什么分？我的不就是你的吗？咱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好了，我洗澡睡觉去了。嗯。同学们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，大家先把讲义翻到第十页。今天我们继续讲量子物理学和平行空间，也就是 parallel universes。在讲这两个概念之前呢，我先讲一个。哇。哇，太清楚了吧！这个试验的接，速战速决吧。好，来 ，SKY， 全体出击。前辈，成长了。嗨。来。速战速决，方秀墨子，使用灵光一闪，先消灭。姐妹们，上！我们用交叉火力，我牵制他们。墨子，狙击一台。好。丹丹，轰掉另一台。嗯。最强的玩家今天要败在我的手上。机会来了。
圣诞。你们的战术漏洞，我们早就摸清楚了。别以为只有你们有隐藏道具。什么？别以为这么简单就能达到我。第三集。队长，你有什么就说出来了，别憋在心里。有用吗？队长，刚刚是我的失误，你要怪就怪我吧。总不能将问题都算在一个人身上吧？没错，就怪在一个人身上，我身上。队长，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我不想跟你说话，更不想看见你。你别逼我揍你，滚开！哎，天心，就一句话，还是不是朋友？朋友二字在你我心中的分量，略有不同吧。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。你这样直接的走，你很不负责任，你知道吗？你没话说。他是你卧子，凭什么呀？你在我眼里就是一条狗。你骂他干嘛呀？你能冷静一点吗？我想骂你们每一个人。你们每个人都是自私的，有谁服务过团队？哥，你别说了。那你什么时候又为团队做出过贡献呢？你就是最伟大的队长，是吗？每个人都有缺点，你非要刻意放大的话，没有人能阻止你。你闭嘴！这里最废的人就是你。不许你这么说他。这个队长我当不来，谁爱当谁当吧。哥，天心，天心，天心，放开！告诉我，是不是有人告诉你什么？还是你听说什么了？你要听我说什么？我能听到别人说什么？别人会说什么？你告诉我呀！够了，够疯了呀！没有，你记住，你做过什么，别人就会说什么。放手，你放手！放手！你进行什么呀？我都没错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都是因为你。哎，你干嘛呀？够了！天心，你回去。哥，哥。墨子，过来。天明。莫名其妙，天明，天明，王兄，你没事吧？蛋蛋，给你喝。我没喝过的。怎么了？还在生气？如果不是我，可能大家也不会这样子吧。我先回去了。墨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知道，
你也是很用心的。谢谢你。你哥来找你了。哥。冷了，回去吧。哥，今天你跟方秀吵翻了，我特别的担心。一个是我最亲的哥哥，一个是我最喜欢的人，这种心情你能理解吗？你说你喜欢，喜欢谁啊？我喜欢方秀啊，这你还要问？我刚进学校的时候，就加入了机甲游戏社。那时候他是里面最帅最厉害的那个，当时我就喜欢上他了。我现在终于知道，为什么当初你非要拉着我和他组团了。对呀，我们一起战斗。我最亲跟我最喜欢的人，我天天都能见到你们，那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。可是相处久了，我才发现我跟他的距离越来越远。他是全校女生的偶像，而我呢，没头没脑，没内涵，没智慧。好在我有自知之明，我知道他不会喜欢上我的。你还有我呀，哥，咱们这个团是不是散了呀？怎么会呢？你永远都是我妹妹，我们不会分开的。哥，咱们这个团不能散。要是散了，我就什么都没了。别哭了，哥哥会处理的。方秀，博士，怎么样？下了一场大雨，天晴了吗？不知道，不清楚。密云，建筑有狂风暴了。明白，预测不了，也不能控制。团队技术上的问题已经够烦了，我已经没有时间。没有时间？解决团里的问题吗？方寿，既然是团队的问题，一定要一起来解决。我哪有那个能耐去解决每个人的问题呢？方寿，你觉得你英雄式的打法真的能在关键时刻令队友脱险呢？你觉得是你在帮队友，还是队友在帮你啊？
对不起。那天晚上是我太冲动了，对不起。那一拳我打错了。没打错呀，打中了，打得很准。队长，是我没有听指挥，是我做错了。你要打要骂我都心甘情愿。其实我也有错，冷静下来几下。每个人都在努力为团队做贡献，我不应该只能骗你。对了，机甲维修的情况怎么样？有什么困难吗？还好吧。其实机甲维修呢，当然是个问题。不过我考虑的呢是往后的战役和不明机体的袭击，所以我想把我们的机甲和武器升级，再由我加以改造。这样吧，回头我跟队员说一声，大家一起集资，看能凑多少，还差多少。哎，那你说我要跟博士说吗？这个我倒没意见，你来决定。只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自己能解决，就尽量不要去打扰他。那我明白了，我会跟他们说的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来。那这是什么呀？美容的。谢谢。客气什么，秦明啊？嗯，你那天生气走了之后，方秀有没有去追你啊？有啊，怎么了？然后呢？没有什么然后，就没有说什么吗？没有。你想问什么啊，丹丹？没有，我是没有见过方秀他这么紧张过。哪有？你别乱说啊！再说了，就算有也不关我事，他是你的。现在队里的氛围有些僵，要想办法缓解一下。是啊。哎，对了，过两天有70年一次的狮子座流星雨，我想组织大家一起去看一次。首先是你啊，绝对不许拒绝。我是队长，肯定去啊。是时候让队员聚一聚了，你来安排吧。好。喂，方秀。嗯，我们在一起呢。嗯，在海边。嗯，好，好，拜拜。他怎么啦？他说过来找我们。你看，他有事情都先打给你，你还说他是我的。没有，他说他先打给的你，你关机他才打给我的。是吗？嗯。我今天好像没开手机，为什么？我最好的朋友就在我身边，你说我要开手机干嘛呀？哎！哎，他来了！哎！这里是20000，加上袋子里的，总共8万。机甲要改就改到最好，也算是我为团队出的小小一份力。这个力怎么才是小小一份？你看这个袋子这么沉，捡吧。我们票拿着，等一下不会被抢吧？哎，蛋蛋呢？
我有时我奶奶呢？啊，你不是刚找人来给她换了单人间吗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就刚刚啊。这是去哪里啊？啊？奶奶，等一下。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队长，那天都是因为我失误拖累了大家。那天也是我太意气用事了，再加上我的嫉妒心，才令我口出狂言。木子，都是兄弟，别往心里去。其实那天晚上的事我不会放在心上，可是你说的嫉妒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去见了林老板，但方秀带的是你，不是我，都是苏梅说的，我确实咽不下这口气，所以就骂了你们。现在想想，应该是苏梅想要故意离间我，她后来还跟我说你收两边钱，互通上衣互娱跟飞鸿科技。怎么可能，你哪有这本事呀？就算有你也没这个胆儿。就是起床了，
赶紧起来！我不想去。起床啊！哎呀，快去洗漱。有心事啊，方秀，你觉得没有我的 SKY 会更好还是更坏？我怎么知道，又没有发生过。而且你刚才说的我也从来都没有想过。那我待在团里还有什么价值？价值不都是自己建立的吗？那我问你，如果有一个比我更能攻善守的人出现代替了我，就证明我没有价值吗？墨子，你记住，我们不光是队友，更是朋友、兄弟。他去了，不去，他要的是你，又不是我。你快去吧。好漂亮啊！在那儿，在那儿，快许愿，快许愿，快许愿！哇，哎，这绿色的，哎，那儿有一颗，看那儿有一颗，这是什么呀？今天流星雨是从这边过来的，好清楚啊！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，那边，慢点，给我看看。哇，好多好多，哇，快看，
哇，这个很清楚啊，墨子啊，对啊，这个很没完呢。先看，啊，那有好几颗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那我也看一下，清楚吗？你看，所有需要的机检软件数据都在这个硬盘里面。完成了，墨子的机甲终于被我修好了。啊，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回去睡觉了。墨子，墨子，秦明，你们先别登录，我跟方秀就可以了。方秀，你小心点。怎么回事？警报明明响，别太大意。他就是之前跟你交火的不明机甲吗？不确定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小心。他究竟想怎样？别管了，轰掉他！你看，他的行为模式跟上次不一样。对，他这次是拼死的打，自杀式的袭击。什么动机？博士，哎，够时间追踪到他吗？来不及，他的信号不稳定，可能跟他的频频受伤有点关系。但是我们整个追踪系统是有效的。怪就怪在他们的行径。哎，方寿，模子呢？对了，你们看，退队，这可不行。我一定要在体育社比赛之前把他给找回来。对，蛋蛋、秦明，你们去网吧找，我去老人院找。蛋蛋，走，我开车。真少一个人，队形也能调整。不，我们 SKY 就是缺一不可。顾市长。我想请问一下，墨子奶奶去哪儿了？哦，她在那边的单人间。哦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奶奶。哎。奶奶，你在这儿啊？墨子，你昨天晚上不来过了吗？怎么又来呀？啊，奶奶。我昨天晚上来过吗？哈哈，你老退化症很严重啊，墨子。啊，是啊，奶奶，一直都是你的记性比较好嘛。那你记不记得我昨天来过，跟你说过什么呀？你说你挺忙，有一段时间不能按时来看我。
就在老人面前似的呢。苏老师，方秀，你也在啊？这个我认识，经常来的，他是你表姑。表姑？哦，表姑你好。你好。奶奶，那我跟表姑出去聊聊。去吧，去吧。苏老师，您太体贴了，连学生的亲人都管，辛苦您。老师关心同学不是应该的吗？那也是。那您知道墨子在哪儿吗？哦，他没告诉你吗？他去台湾了呀，就是那个 AR 眼镜分公司让他去帮忙，所以啊，他才托我来照顾奶奶的。哦，明白了。那他有说去多久吗？这个他可没说，说不定啊，他在那边有什么发展，回不。万万没想到，苏梅竟然跟飞鸿科技有关。哎，这事情严重，你收住这些秘密哈，我自己会解决这个。你怎么了？还在担心墨子吗？那也不光是他。那你到底在担心什么？是庄家还需要钱吗？我还有。秦明，如果是钱，就不是问题了。我不是不想告诉你，我是怕你知道的越多，就越危险。现在一个墨子已经够我担心了，如果再担心你，我怕我的顾虑会更多。你明白吗？就是因为你会担心我，你更要告诉我是什么事这么重要，我们一起分担。喂，啊，什么？好，你别走，我马上过去。怎么了？是蛋蛋，墨子出事了，他在医院，边走边说啊。蛋蛋，墨子了，怎么样了？昨天晚上医院给我打电话说墨子的脑袋受到了震荡，有轻微的失忆。他想了半天只记得我的电话号码，所以我就来了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呀？他说他自己做了对不起团队的事情，没有脸见你们。而且他本来只让我叫你来的，不知道秦明也来了。那他现在在哪儿啊？他在外科病房。这样，你们先在这等着，我去看看他。墨子，行了，你别起来了。老兄，什么事情都不重要了，你人没事就好。老兄啊，我对不起你啊！就是在苏梅那次课堂上，然后他没收了我的 AR 眼镜，还叫我下课去他办公室。那次以后，没过多久。飞鸿科技的人就找上我了，他们承诺
会帮我解决奶奶的转房费用，条件是要我倒戈相向，瓦解我们的团队。挣扎了很久，可我根本没有选择。反正钱已经收了，奶奶的问题也解决了，我就假装跟飞鸿妥协，退出 SKY， 帮助飞鸿驾驶不明机体在战区内生事。后来我用不明机体跟方秀打的那次，我就将计就计，拼死的挨轰挨打，忽然眼前一黑，之后我就在医院了。我看他们已经摸清我们的底细了，所以抓住了你的把柄。现在才明白，苏梅不单只是想分化我，她更是飞鸿的商业间谍。你们都听到了，我们早就来了，现在我们四面楚歌，以后我们要更加团结，走吧。哥，我们走去哪儿啊？出院呀。我问过医生了，医生说可以，没事在医院待着干嘛呀。方秀，你去替他办手续，我们接墨子出院。 SKY 是时候绝地反击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加油。SKY 我们打不坏， SKY 跟敌人 say goodbye。 来，脖子还好，喝口水吧。我来。哎呀，有点烫啊，小心。好，我帮你吹吹。没想到蛋蛋平时看起来粗枝大叶的，照顾起来男朋友却这么无微不至。后悔了吗？不会啊，有你就够了。怎么个够法？就这样啊，和你在一起吃东西，谈这些聊那些。只是这样啊？可能下一场决赛他参加不了。还有一件事，学校的领导已经知道飞鸿科技安排了一个间谍，已经把他开除了。我们已经计划好了，到时候会有征兵和骑兵，还有体育社做里应。战斗一开始先解决比赛对手，一旦不明机体出现就会进入第二阶段，骑兵就会协助我们。
终于出现了。Q 二战队，战略进入第二阶段。收到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嗯，不知道，老板，要查吗？哦。启动追踪。收到了，博士。启动追踪模式。骑兵上。见他一次他就强一次，怎么打呀？方秀，跟他打游击，保持好距离。蛋蛋、秦明，你们去48.6 ，S24.8，架好炮台，到位立马攻击 ，Go。冲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12位数的岩石马现在已经配对了3个。你们那边要抓紧时间，他们在远处情况不妙。追！队长，危险，快闪开！是墨子，对，是墨子的防御炮。哈哈哈，你们能少了我吗？啊，不，一个都不能缺。墨子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方秀，你这套新装备感觉超爽的。怎么又有新的救兵啊？啊，不错，好玩。小心，博士追踪成功。这放心，序号稳定了，你们机甲的状况我都能看见。是时候了，队长，第三阶段就交给我吧。什么第三阶段？我要启动神经电子脉冲装置，装置就在你们战衣的颈动脉处。你的研究成功了吗？现在是第一次临床实验。啊！不是，程序失效，我们反被入侵。
这样做会不会太冒险了？天心，越是在这种危急关头，我们更要一起冒险。记住，我们要信念合一，信我。来，我们破釜沉舟，豁出去。兄弟，我信你，我们上。SKY 跟敌人 say goodbye。 SKY 我们打不坏。 SKY 跟敌人 say goodbye。 SKY 我们打不坏。 SKY 跟敌人 say goodbye。 合体。先消消气，喝口水。贝林，我们赢了，飞鸿输了，而你，两边都输了。呀！感谢你，娜娜。大家，我才能这么威风。华秀，今天要做的事情全部都实现了。SKY， 我们打不坏。SKY， 跟敌人 say goodbye。SKY， 我们打不坏。SKY， 我们打不坏。SKY， 跟敌人 say goodbye。哇！冷冽风，哦，